一个故事，一段传奇，一篇历史，一片热土，山东梁山好汉敖远，开阔的头颅，匀称宽大的体型，方且粗大的嘴型，以及近乎直角的凹角度，集多项优点于一身，踏着优雅的步态向我们侃侃而来的是山东梁山好汉敖远的超级母敖贝贝。贝贝已于10月23日与徐州成名敖远国家 A 级种公敖霸成功联姻，让我们期待贝贝即将为我们书写的一段梁山传奇。